北国际春季旅展从今天起一连四天在世贸一馆展出，现场推出到香港三天两夜住五星级饭店只要4999，还有民众用58元就买到了价值18800的上海世博八日游。快上台来，红包就是你的，你变人人有奖。台北国际春季旅展开锣，穿着红上衣来逛旅展，前100名可以抽福袋。这位幸运的女士抽到最大奖，用58元买到价值18800的上海世博八日游。我第一次抽到大奖哎，真的好兴奋哦！不少人到旅展捡便宜，上海世博6天只要12900，香港3天2夜加5星级饭店只要4990。还有日本跟韩国的赏樱团最便宜5天23000。上海世博，那这些因为其实都已经很接近了，所以很多都已经客满，所以其实这几天可以选择的性已经不多，所以要的话可能要尽早预定。这次旅展主打国内旅游，像是亲近农场破盘价下杀4折，还附送早晚餐跟 SPA。 价13800的 VIP 两人房现在促销价只要4999。不少县市都到旅展来拼观光，还有旅馆推出1元入住总统套房的抽奖活动，预估4天的展期将吸引16万人潮。